基本上精准之道可以让所有的 ADC 做使用。强攻核心天赋适合伊泽瑞尔、路西恩这种普攻型的 ADC， 致命节奏适合克里斯达、法洛斯、寇格摩这种攻速快的 ADC， 疾风步伐等于以前的军法，所以适合给近艾希范这种角色去做使用。剩下照着点就对了。又吃攻速又想要点军法，就看你的出装。如果你出无尽火炮电刀流，就选择出军法；如果你选择出攻速流，就选择出致命节奏。不懂去看完整版啦、啊，不要看人包干。